好呢，继续来看到的是天然气跟这个铜瓦斯哦，也会呢价格开始调涨了。就从今天开始，天然气呢每度价格渴望会调降1元，创下4年多来最大降幅。每户每月支出呢渴望减少40元，但是桶装瓦斯可能每公斤调涨7角。以20公斤装瓦斯来算，每桶将贵14元。